祝福今天的演出圆满成功，也期待咱所有乡亲啊，办有机会来到咱这个白沙路二段66巷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来欣赏阮传统戏剧，阮有这上原汁原味的歌戏、客家戏，这拢是上好，而且这个剧的演出。希望大家欢喜，那么希望大家来教阮参观、教阮指导。今天晚上的演出，那演得哪好的时候呢？各位乡亲，请你大声拍个大声嘞！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啊，张校长哈。那么我们两校的校长呢，都准备了平安面龟哈。那么这米姑呢，何必不和大家来讲平安哈？那我们请这个我们的校长把它交给我们的麻姑。然后由我们的麻姑下去分送给各位，好，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保驾平安，好，不走后退，好，谢谢。好，那么那边好，听讲是就怎么说呢？今天是一个晚上一个很充实的一晚哈，我们就喝一喝一汤华够一箩米姑哈汤饺，来讲平安。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介绍的是由我们台湾戏曲学院民俗技艺学系哈来表演的特技。我在刚才以前在来到外台时阵，在我一开始在表演之前，有做所谓的曲艺，曲艺就是讲，比如说空中飞人呐、啊，还是讲翻跟斗啦、啊，还是讲跳针啊，还是讲那个柔术等等的这种哈那种。扯铃架表演，所以呢，在民俗技艺学系就是哈，现在因为小学进来，小学五年级就进到我们学校，然后呢，小学五年级、国中、高中直到大学，他们就学了很多的这种民俗杂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民俗特技系杂技系的同学哈，那么民俗技艺系的同学，他们大一。带来好多好好看的节目，比如说怎么切砖啊，或者是这个扯铃啊等等的。我们先用热烈掌声欢迎民俗技艺学系的同学表演。